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33面，333面第三行。从当中看起，教行信正，从这看起，教行行正曰：无为法身，即是实相；实相即是法性，法性即是真如。真如即是业如，然则弥陀从如来生，示现报应化种种身也。我们先看这一段啊。无为法身，就是实相。法身是总体的一个代名词。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如果用这些名词来讲呢，那就是本体的代名词。它能生万法，它不属于万法，它能生，能现。在无为法身里面，我们常说的这三种现象呢都没有，所以无为法身我们见不到，也探测不出来。它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存在，永恒不灭，清净不染，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见到了，他见到了，他用五句话去形容他，去描绘他。第一句话是本自清净。本来自然就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第二个呢，它不生不灭，真的没有生灭，生灭是个波动的现象。那换一句话说呢，无为法身里面没有波动现象。
我们从慧能大师第四句可以证明。他第三句是本自具足，第四句是本无动摇，那他是不动的。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都是动向，它是个动态，但是无为法身是静态，它不动。动跟静没有互相妨碍，静不妨碍你动，动呢也不妨碍你静。这个现象我们今天可以从电视屏幕里面看到，我们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无为法身，它不动，屏幕绝对没有动的，不是个动向。可是频道里面的动向是不中断的，分分秒秒都不中断。电影荧幕上的形象的波动是1秒钟24次，这个频率。电视的频率当然比电影快。现在电影已经用数码了，比过去是快多了，越快越逼真。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频率是1秒钟，它的震动是1600兆，这样高的频率之下，我们看不到这个频率现象。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所谓物质现象，也就是说我们眼耳鼻舌身能够感觉到的，这个都是物质现象。声香味触这些现象怎么来的呢？全是念头、心念为他们的基础。是快速。无数的念头累积产生的幻象，这种幻象就是色声香味除也包括在中，在其中意能觉法，法是精神现象，我们现在呢，逐渐明白了。能大师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他自己有本来具足的具足什么呢？具足一切法一切法归纳为三类：智慧、德相。
今天科学家也发现了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它是能量、信息、物质。智慧是不是科学家讲的信息？能量，佛法里面也讲的能，讲的德，德能。物质现象，那是完全相同。阿赖耶的境界相，物质现象那么佛这个能大师说本自具足，就是这些东西能生万法。如果万法不是本自具足，哪来的万法？本自具足这些法奇怪，为什么？它让我们产生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无数、无量、无尽的没有数量的，跟我们产生这种现象。我们很不容易理解。总有个数量上，再多也有止境的，它没止境。其大无外，其内，其小无内。没有边际，找不到边际。也找不到中心，所以这个现象，佛用一句话真的把它讲清楚了，叫不可思议，为真方知。你不证，怎么跟你讲，你都无法体会到。怎么证呢？放下就证得。放下说，放下起心动念。最先是一念不绝吗？阿赖耶出现了。还是这个办法。把那一念不绝放下。放下呢就一念绝了。一念绝了，阿赖耶就没有了。阿赖耶就是无为法身。变了。换一句话说。这一念起的时候，自信就迷了，迷了变成阿赖耶，阿赖耶就是自信，自信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在法相宗里面，他是真妄合合，真妄一如，真妄不二。
啊，但是真的这一面是大般涅槃，妄的那一边是能生万法，好像不一样，而实际没有两样。为什么呢？生而不生，不生而生。啊，这些幻象，真的像做梦一样。 相不能说它没有，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有。所有现象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这相是真的。六道众生之迷，迷得太深。迷什么呢？就是把这些幻象当真。 啊，不知道它是假的。我们看电影、看电视，什么时候真正从看住了、看明白了，明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可以欣赏它。 你不能控制它，你不能占有它，你得不到它。啊，真的，屏幕里面所有一切的现象，千变万化，就是《般若经》的总结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啊，从这个地方明白了，觉悟了，再一回头，我们现实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一切法，佛说的，啊，《大般若经》上讲的，啊，这一切法确确实实是无所有，有而非有，非有而有。 啊，相由性无，事由理无，给你说真的，理事都无，性相也无，你就其如无为法身了。啊，在佛法的术语，你证得无为法身。 是妙觉过位啊，也就是说，无始无明断了，无始无明的习气也断尽了，断无始无明就证得法身。 啊，经教里面讲，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无明41品，41品无明断尽了，就是妙觉果位。妙觉果位圆满证得，41位菩萨是分证。 啊，一分一分的证得，啊，在哪里证呢？在十八图。啊，不在六道，也不在十法界。啊，十八图里面的菩萨，我们叫法身大士。 他真的实相，不是究竟圆满的，啊，妙觉果位才究竟圆满，啊，但是他虽然不圆满，
他已经证得了四种无碍。华严经上说的，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极乐世界十报土的生活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可以从华严经五十三参当中体会到啊，五十三参里面所描绘的就是法身菩萨的生活状况。啊，五十三位菩萨代表四十一品无名，啊，那破无名习气，初住菩萨无名破了。四十一品无名习气，一品都没断。断一品习气，他就提升一个阶级了。啊，初住他就提升到二住了。再断一品，他就三住了。他能断掉十品，他就从十住提升到十行，再断十品，十行提升到十回向，啊，再断十品呢，他就到十地。啊，再断十品呢，他就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留下的是最后的一品，啊，很微薄的习气。这个微薄习气也是断尽了，他就是妙觉位了。这个时候十宝庄严图不见了，跟般若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完全吻合。十宝图有相啊。啊，无名习气断干净了，相就没有了。由此可知，十宝庄严图是从哪来的？是从无名习气来的。无名是没有了，就是起心动念是没有了，它前面习气还有。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学习大乘，虽然没有开悟啊，这解悟啊，世尊在经典上讲解说明，我们能听懂，我们能体会的啊，我们能肯定不怀疑，这非常之难得啊，他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放下。你要不了解事实真相，真难放下。了解事实真相，才晓得这玩意是假的，不是真的。别当真啊，当真了你大错特错了。你当真的搞轮回呀。你不当真能把它放下的时候，能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修净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底能不能去？问题不在阿弥陀佛来那面的，那一边没问题啊，问题在我们自己这边。
啊，尤其是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这个我们帮你们可太大了，烦恼容易断，习气难断。啊，没学佛的时候吃肉，学佛的时候肉不吃了，可是有的时候还会想，那就习气嘛，你还会有念头吗？念头都断掉了，见而不见，那才算你断干净了。啊，你想想看，财色名食睡，你有几多习气？那个习气有几重哦？啊，真功夫什么？这个习气啊，逐渐逐渐轻的，一年比一年轻。啊，到真正有一点把握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哎，习气差不多不会显现了，真的摆在面前也无所谓。这看破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决定不可得啊，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心平气和自然的智慧，不生烦恼啊。烦恼是烦恼是生起来的，智慧不是生起来的，本来就是智慧。你要智慧生起来，那个生就又变成烦恼了，那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不用生的，啊，它本身就是智慧，整个宇宙就是智慧。万事万物都是智慧，啊，怎么知道呢？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啊，信息是自然的，不是造作的。啊，本来就有。啊，其实其实在自信没起作用的时候，见闻就知啊，有啊，啊，迷了呢，迷了就变成受想行识，不迷就是见闻就知，见闻就知是清清楚楚，没有取舍。啊，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的。啊，见闻觉知是起心动念了。这里头差别在此地。啊，这个差别就是迷悟的差别，就是智慧跟烦恼的差别。啊，我们越看越清楚。这才能真放下，放下之后就自在了，随缘了。啊，随缘也妙用，妙用就是不执着。
这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法性。性都从体上讲的。啊，哲学里面讲从本体上说。啊，一切法的体性，啊，一切法是现象，它的体性就是无为法身，啊，就是万法的实相、真相，啊，一切所作法性，法性即是真如。法性常常跟真如连在一起，法性就是真如，真如就是法性。啊，真如两个字，把法性、法相，甚至法的其用，全都包含在其中，体相用。相如其体，用如其相，体相用也如，体相用不能分呐。啊，所以底下讲一如，啊，真如即是一如，这讲的用。啊，然则弥陀从如来生呐、啊。如来是自性，如来就是无为法身。啊，弥陀从自性生。示现报应化种种身也。啊，这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从自性生的，就是自性现的，他现报身，在十八图现应化身，在十法界。啊，这应是应是众生有感，佛的报身皆有应。感的时间长就应身。啊，这个实现跟世间人没两样，他也来投胎，啊，也出生，叫八相成道，这叫人生。啊，化身呢，是突然之间你看到他的，他帮助你，事情办完了就没有了，你再找也找不到了，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叫化身。像虚云老和尚超普泰山，从南方啊，他怎么走的？三步一拜，你想想看，他一天能走几里路？三步一拜啊，拜三年才到普泰山。啊，三年这么长的时间，难免不生病，尤其是走到偏僻的地方，附近没有人家，这时候生病怎么办？他是求佛菩萨保佑啊，
佛菩萨也真照顾他。这种视线是教化众生的，叫什么呢？教化众生对佛菩萨的恭敬，恭敬心能求得佛法，没有恭敬心，佛菩萨来传法给你，你也得不到，你没恭敬心。所以事出世间法都是从恭敬里的求得的。啊，叫敬啊。用这个方法叫人尊师重道啊。我们要晓得他的苦心啊。那生病了。遇到一个乞丐，照顾他，照顾了十几天，把他的病养好。啊，这个乞丐也很了不起，外面讨一点东西来给他吃。啊，到山上找一点药草来给他治病，病养好了，他问这个乞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家住哪里？他说他的名字叫文吉，文章的文，吉利的吉，他叫文吉，住在五台山。他说：“你到五台山，大家都知道我。啊，他走了，别处去要饭去了，不见了。老和尚继续三步一拜，大概又拜了一年多，路上又病了一次，哎，又碰到他来了。”啊，两次啊，两次路上得重病呢，都是他帮助的，所以他很感恩，到五台山去打听。啊，大家知不知道有个乞丐文吉？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你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那事情办完了他就走了，就不见了。感应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化身，你看，照顾他十几天，把他的病照顾好，能上路，走了。啊，虚云老和尚脸谱记着这个事情，化身。啊，我还遇到过一次。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啊，那个时候学校是国立第三中学。啊，现在呢是好像是贵州铜仁第一中学。啊，什么老学校。我们的校长周邦道的夫人，那四母，抗战胜利之后学校解散了，啊，交给贵州省地方政府去办去了。啊，我们离开学校都回家了，都流亡学生。啊，校长一家人住在南京。他南京住住址我去过。很大的院子。
真是庭院深深的。大门进去是庭院，再进二门是天井，像四合院一样天井。在第三层才是他居住的住宅，要通过三道门呢，走很长的路啊。师母告诉我们，他说有一天他在家里，有个和尚到他家里来化缘。问他是哪里来的，是九华山来的。问他要什么，五斤香油。他没给他。那是不信佛嘛。师母是个非常好的人，非常慈悲。有爱心。对 学生的爱护是超过他自己的子女。在学校那么多年，照顾子女非常周到，照顾这个学生，子女不太关心，学生第一，所以我们学生对于师母就像对自己母亲一样，对校长就跟对老父亲一样，感情啊是非常深厚啊。师母的五斤香油没给他，没给他，这个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他豁然想起来，说：“奇怪呀，他怎么进来的？我们家三道大门，大门没开呀。走的时候门也没开，怎么人不见了？这一头一个疑团，好多年解决不了。到台湾之后，都住在台中吗？”李老师在台中讲经，这么样就认识了，向李老师请教，把这个故事说出来。李老师说，那个和尚是地藏菩萨的化身非常后悔呀，五斤香油没给他，这化身，你看这个化身告诉你来去无踪啊，没有敲你家的门。来的时候三道门没开，他怎么来的？走的时候三道门也没开，他怎么出去的？而且在一块见了面谈话时间很久。决定不是错觉。文集化身还十来天呢，地藏菩萨这个化身不到半个小时。菩萨，地藏是等觉菩萨，当然是住十宝庄严。跟周师母有缘呢，所以他就有感有应了。周师母从此之后一生每一天读一部地藏经，心地清净，一心念佛。他念的大悲水特别有感应，在台湾很多人知道，他的大悲水是真能治病。念佛往生，
往生之后火化的时候有300多颗舍利，在家居士很不可思议。我们那个时候还没遇到佛法，不相信，听他讲像听讲神话一样。可是我们知道啊，老师跟师母一生老实人，决定没有妄语啊，只感觉到这桩事情很稀奇，没有法子，没办法能解释啊，真有其事无法解释啊，以后学佛才明白了。啊，所以报应化种种身，是从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说无为法身变现出来的心，说实相法性变现人都行。啊，名词术语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故知真实慧者，即是真如啊。啊，特别是报身。啊，应化身，这是有感有应。那现在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迷了，迷在六道里啊。六道里面舍身受身，什么原因？还是感应。我们跟父母有缘呢。没有缘就没有感应，有缘就有感应。那佛说的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过去不知道是哪一生，跟你有这四种缘来了。来报恩的，孝子先生呐。啊，你不必要求他，自然就孝顺。为什么？过去你对他好吗？啊，这一生来报答，这个小孩很好教，很听话，啊，很孝顺。啊，如果是报怨的，这小孩也非常玲珑、聪明、可爱，哎，就是不听话，常常违背你。你要以厚恩待他，他的怨会化解一些。啊，如果你要对他很凶，啊，不知道好好的教他，那麻烦就很大。但他记恨在心呐，本来就有怨恨，啊，现在对他不好的时候，他更怨恨你，会搞得你家破人亡。啊，他是来抱怨的。啊，你欠他的财产，你将来赚的再多，全是他的。他对你的照顾，啊，物质生活可能给你很简单，很少，能活得下去就行了。啊，你能吃得饱穿得暖，给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够了，没有恭敬心啊，这是什么？来讨债的
那是讨债鬼呀。如果欠债欠的不太多，啊，3岁5岁他就走了，夭折了，那么那是讨的讨满了。欠的太多的呢，培养他到大学毕业，博士学位拿到了，走了，他没赚钱要回来，还他了，他走了。啊，还债的，啊，他来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是还债的，啊，他能养活你。如果欠的多，他对你的生活照顾非常周到，啊，没有孝顺心，没有恭敬心。如果欠的少的，啊，他给你的照顾就跟家里下人一样，我们见过啊，啊，儿子做大官了，有地位也，啊，父母不住在一起，住在另外一个小屋子里，啊，有一个佣人照顾他，生活非常简单，啊，跟对待自己家人一样。一个月给他多少钱生活费？啊，很苦啊。所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就这么四种关系。啊，父子是这种关系，兄弟姐妹也是这关系，亲戚朋友还是这关系。啊，懂得这个道理，这是六道里头的缘呐，六道里面的感跟应呐，真正搞明白了，要以真诚心。爱心厚待别人，你厚待人呢，就是厚待自己啊，一点都不吃亏啊。你能够舍己为人呢，啊，或是今生来世就有人他舍身为你啊，果报嘛，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的心里就警觉，啊，我起的什么心，说的什么话，怎么对待别人，知道将来人家怎么对待我，丝毫都不差了。啊，真正学佛了不一样，学佛呢。借照佛法的威神加持，自己认真修学，把这个报恩报怨呢，统统改变了。改变什么？同修伴侣，我们都是同修。啊，把以前那个事情都化解了，告一段落化解了，啊，一心一意在一起，同心同德修行。那目的呢？目的是不再搞六道轮回啊，所以年轻的儿女真正明白了发心出家，父母欢喜，知道什么呢？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呐！啊，你家里有一个人修行成就，你们看《地藏经》，你看婆罗门女、光目女修行有了成就。
家亲眷属都得好处。啊，母亲虽然造了罪业，堕得地狱。啊，一听说菩萨的母亲，啊，赶快就送到天，逃离天去了。啊，这就是证明。啊，谚语所谓的是，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他看到的母亲生逃离天。他的祖父、曾祖父母、高祖父，啊，再往上去九代呀，都沾光了，这多大的福报！这个福报是真福报，不是人间，人间福报是假的，时间很短，而且自己没有福报享这个福，灾祸就来了。啊，所以非分的福报，从前读书人决定不敢要啊！啊，无缘无故，啊，你请他去做官，你送他财富，他不敢。为什么？他心里有数，无功受禄啊，后面决定有祸害。啊，不是大病啊，就是横祸。他要这干什么？啊，真正读书人、明理的人，一生求平安而已。啊，平安就是福。一家和睦啊，乡里和睦啊，那是真正的幸福啊！啊，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啊，互助合作，你这个家庭多美满！啊，他并不求啊有很高的这个地位、虚荣，不羡慕这些，啊，财富都不在心目当中。啊，平常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啊，安居乐业，这是太平盛世的现象气象啊！啊，我们学佛更了解这些。啊，学佛人不但不会浪费，懂得节俭。啊，一生你都会规规矩矩。啊，佛教导弟子四条重戒，这从前老师常常在讲经的时候提醒我们，啊，不做过贼，不帮过主，不做过贼就决定不可以做伤害国家、伤害社会大众的那些事情。啊，不帮国主。啊，国主就是今天讲的领导人，从中央的领导人，啊，到各个阶层，啊，省、县、乡、村，啊，村长是一个村的国主啊。啊，所以国主是各个行政单位的领导人。啊，他做的再不好，
做再多的错事，不可以回谤他。这佛门弟子啊，他做错了，自然有国法制裁他。佛弟子毁谤，那就犯戒了。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总要记住啊！啊，任何人有过失，不可以毁谤，养你自己的厚道。啊，劝导人是可以的，啊，劝导人有理，啊，不能有第三个人在，你可以劝导他。我们一般来讲，要给对方留面子，对方会感激你。大庭广众当中，那是批评他，那就结下怨仇。这个冤仇借仇容易，化解很难。啊，言语都不可以。怎么能有行为呢？啊，另外两条重戒。不漏国税，国民对国家纳税是义务，应该纳多少就要纳多少，不能偷税呀！啊，偷税是犯盗窃，这个盗是盗国家的，那个罪就非常非常之重。啊，你怎么可以盗国家的钱财？第四个，不犯国制，国制是国家的法律，啊，决定不能犯法了。那真正佛弟子必须要遵守啊。啊，生活再穷再苦，都不能够犯戒。啊，一定遵守如来的教诫。啊，改善我们自己生活，佛讲了，你想要财富，修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你要的这三样东西可以得到啊。佛都教给我们了，真有效啊！啊，我是初学佛的时候，啊，没出家之前，张安嘉大师教给我。啊，一生一教奉行，啊，三种果报都得到的。我这三种果报不是天生的。年轻的时候，什么看相算命的时候，啊，我也经过很多啊，啊，大家讲的都差不多。苦命人呐，命里头没有财富啊。啊，寿命很短，过不了45岁。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学佛，张家大师教我这些，我都依教奉行，非常认真去做。啊，因为我知道我寿命不长。啊，我这个知道不是也不是迷信，啊，是我家里这几代，啊，
祖父以前不晓得。啊，祖父45岁走的。伯父，我父亲的哥哥也是45岁走的。我父亲也是45岁走的。我家里的我看到的三个人。所以人家说我过不了45岁，我很相信。这应该是遗传吧。啊，张安嘉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李老师劝我出来学讲经教学。到以后我才明白了。我们同学当中至少有6-7个人，包括我在内。面相很薄，意思就是短命的相啊。啊，老师年岁大了，阅历多啊。啊，我跟老师的时候，我30岁，他老人家70岁。啊，大我39岁，祖父辈。老师常说，面相薄的人，发心出来讲经，讲经的福报最大，他得3宝加持。啊，无论做什么功德，没有比讲经的功德大，因为讲经说3种布施都有。啊，第一个财布施，身体是财，内财布施啊。我用我的身体，用我的劳力，用我的精神，用我的智慧，你看看这么多都在布施。啊，布施给听众啊。啊，这财布施啊。得财富。啊，讲经经说佛法。啊，自己要认真去准备，还得认真去学习，不学习讲不出味道出来。啊，认真学习，认真教学，教学相长，开智慧。啊，这里面自然就包括了无微不至。啊，佛法给我们真实智慧，真实利益，真实知己啊，让我们把整个人生看清楚，看明白了，告诉我们，佛法给你讲真话，人没有生死。你对生死就不害怕了，不再恐惧了，这是无为不施啊！啊，去接触了净土宗，那更了不起了。啊，净土是净土是无量寿啊！我们现在学净土，就已经走无量寿这个道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死了才去的啊，这个要知道啊。啊，死了能去，那个不可靠。那几率不多。啊，人死了之后多半都到六道去了。中阴得度有很少啊。第一个，你自己要有因，这个因是你前生曾经修过这个法门，跟这个法门的缘非常深，
啊，你也真想去，临命终时还有牵挂，不能放下，就没去成呐。啊，这又搞轮回，啊，这一次碰到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在中阴的时候，啊，中阴很苦，自己也尝到了，哎，干脆放下。有一帮人给你超度，给你回向，你真的接受了，真的参与了，行，可以得度。这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真正往生的人是临终的时候见到佛，啊，他临终时候不迷惑，告诉大家我看到阿弥陀佛了，别人看不到，啊，佛来接引我了，啊，佛身旁身旁还有哪些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跟佛一道来接引的，这是真的，决定不假。这个愿景跟诸位说，人人都能办得到，只要我们对这个誓愿不再有贪念，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对誓愿有一丝毫贪念，就去不成了。对这个世界没有一样值得你贪恋的，啊，包括佛法都不能有贪恋。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学菩萨，坐而无足，无足而坐，二六十种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不要被染污，你才决定得生呢。啊，佛教我们随缘，随缘妙用嘛，不要攀缘。啊，缘没有成熟，决定不能勉强。啊，缘成熟，顺其自然，啊，没有丝毫自己的意思啊，今天弘法讲经教学这个功德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功德都要大。为什么？过去那个时代是成品的时代，人心都淳厚，生活都很幸福，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啊，都懂得伦理道德，讲经教学的人多，又很普遍，不稀奇啊。换句话，有你一个不多，没你一个不少啊。现在没有了，那有一个都是宝啊。讲得不好，不好也是宝。那没人讲了吗？啊，从前讲经教学的人那么多，诸佛菩萨都要照顾，忙得不亦乐乎，今天就一个，所有诸佛菩萨都盯着你一个，都来保佑你，啊，都来加持你。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道理不是难懂啊。啊，我们今天搞这个行业为谁服务啊？为正法救助。为正法救助就是为一切诸佛如来服务。啊，谁支持我们呢？诸佛如来支持我们。啊，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上报佛恩，下济众苦啊！啊，如何把讲经教学的效果扩大？啊，难得在这个时代，科学家发明这些工具，我们要用上。啊，网际网络，啊，卫星电视，啊，光碟方便的，大量的流通，啊，到场无所谓，真正想学的，在网络，在光碟。在卫星电视上通通可以学到，都能成无上道啊！不一定要在面前的，在面前反而困难，为什么呢？它发生情执不就麻烦了？那在电视里好啊，电视一关了没有了，不见了，那打开现前了，你看就像化身一样。啊，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告诉我啊，真正学成的有成就的啊，到现在我们还不认识啊，没有通过信息，真成就了啊，用这种方法广度众生。啊，无论在现前，无论是在电视机、在网络面前，我们都是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啊，在这个世间没有丝毫留恋呐，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啊。啊，你们要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早年老师教给我，教导我。啊，你一直发心，认真去学习。啊，弘法利生，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所以我什么时候走，佛菩萨知道。该走的时候他就来接我了。啊，还需要我多住几天的，那我就乖乖住几天，我也不着急。啊，佛菩萨安排啊，自己不要再操心了。啊，心安理得，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啊，哪个地方缘成熟了，就到哪里去。不要有丝毫的勉强。
啊，这是我们讲示现啊，弥陀示现宝应化种种身，故知真实慧呢，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就是自性，就是佛性，就是自性清净心等所全的离体之照用啊。啊，照用就是感应。众生有感，佛光就照见了。啊，佛光照见，肯定感应就现前了。啊，感应我们在前面学过，《大乘经》里面讲有四大类。啊，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虚云老和尚，啊，遇到的文殊菩萨现身为文杰乞丐，啊，周思母遇到的地藏菩萨，九华山的比丘，啊，他就能显身了。这是显显应，啊，显感显应。第二种是敏感显应，虚云老和尚是显感显应，他生病了，倒下来了，没人照顾，这是显感显应。那周思母遇到地藏菩萨，他并没有求，他是敏感显应。啊，他跟地藏菩萨决定有很深的缘分。啊，在什么时候菩萨回来？信心啊，叫敏感信心啊，还有显感敏印，敏感敏印，这个事情很太多了啊，真有印，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好像做事情一切很顺利啊，本来不可能，怎么会这么顺利？冥冥当中佛菩萨在帮助啊。感应有四种啊，啊，我们心里有求佛帮助，事情很顺利，这是显感冥冥。我没有求佛菩萨，哎，遇到好像是有困难，但是很容易通过，敏感敏应。这是离体，离体就是自性清净心，离体就是真如，就是真实智慧的照耀。简言之，明心见性是明本体，于此透彻，这句话很重要啊！于此彻透啊，安住如如啊，这个理真搞清楚，这搞明白了，他心就是定的了啊，心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也就是说你那个七情五欲啊，
没有方法把它勾引出来。你心定了，如果没有这个功夫，小小风浪一起，你的七情五欲马上就起来，就发作了。啊，顺着你的心，好、哦，喜欢得不得了。那不顺你的心，马上火这个臭火这个火气就发出来了。啊，如何能在？顺境。啊，大的这个顺境善缘，如如不动。啊，严重的伤害还是如如不动。啊，释迦牟尼佛做忍辱仙人，被郭力王割截身体，不动心。安住如如啊，谁占便宜？忍辱仙人占便宜，身体被杀了，灵性提升了，他提升到佛境界，等于考试一样嘛，他考试通过了，得了满分。啊，顺境逆境都在考你。啊，顺境来了，心里一层贪念欢喜，马上完了，不及格。啊，逆境现前，啊，一发脾气也就完了。是，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马上就堕落了。啊，所以毁谤也好，羞辱也好，啊，什么样的伤害你如如不动，对方造作的业重啊，啊，对于一个好人、善人、有修行的人，应当尊重啊，你修福啊。你对他没有理，你造罪业啊！罪业戒罪业两种戒罪法，第一种戒罪你的性罪，你不应该这样做法，你做了你有罪；第二种戒罪是让别人看见了，对正法不相信，对好人不相信。啊，你断了别人的善根，断了别人的慧命，罪从这里起。如果是个学佛的人，更不应该。啊，为什么呢？人家看到你这种作为，这个学佛的人是这样的，不要学了，别学了，把人学佛的念头打断了。啊，这断人家的慧命啊，那要负责任。那忍辱仙人那个他的时候，让人家看到真修仙人。你看我们做不到，他难做到，一点怨恨没有，一点嗔恨没有，那么样的慈悲啊！所以戒罪也方方面面。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啊，今天世界上人，你细心去观察，他动什么念头？起心动念是什么？他言语是什么？啊，他造作的是什么？地藏经上一句话：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么你就晓得他多可怜。
他的前途是三恶道啊，够可怜的了，够苦的了，我们怎么可以怨恨他？他为什么这么做？迷惑，迷在七情五欲里头，迷得太深了。我们得懂这个道理啊，能把七情五欲看破、看淡，这都是相当的功夫啊！没有相当长时间的学习，他做不到。而且学习最可贵的是不能中断。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它不起作用。这个社会是个大染缸，非常严重的染缸，你能不受它影响吗？啊，所以我让我们想到古人的教学，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八个字真正能救现前的世间人。即使是学佛，都不能学杂，都不能学多，学多你分心，你的心不专一。不专一，你就容易被外面境界影响。啊，一定要深入，一定要专，就是此地这句话说，彻透。你不深入，你怎么能彻透啊？学十部经要彻透，不如学一部经彻透，一部经容易彻透，十部经就不容易彻透。不行，你分心了，那你用力不专呢、啊？又何况我们现在的力量很薄弱，不是很坚强啊。用在一门上，哎，彻透好像还有点希望。啊，三门、四门、五门、六门没希望了。啊，那学的什么？学了一些皮毛，学了一点常识，不管用。什么叫不管用呢？不能抵抗外面的染污，这就是不管用。啊，遇到称心满意的事情，还会引起贪念。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还会引起嗔恚，这就叫不管用。啊，管用是真能降伏烦恼，就是七情五欲现前，你能降得住，你能保住你自信清净心，啊，不被外面动摇，真功夫啊！真本事啊！啊，所以我们想想，于此透彻透，此就是这个法门。这个道理，这一桩事情。只有彻透，你才能够安住如如。啊，故如同极乐世界十报图菩萨的生活，那就是住真实慧。啊，住真实慧的人
不一定是富有，这个诸位讲真话啊，不一定在社会上有显赫的地位，可能是个平民啊，三餐饭勉强能维持，心地安详，无忧无虑，无有牵挂，一心念佛，专求净土，这是诸真实慧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切得大圆满，得到究竟真实的圆满，这就叫真实智慧。啊，使我们想起地贤老和尚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影城回忆录》。啊，是黑龙江哈尔滨极乐寺的啊，在极乐寺往生的一个出家人修无法师，在民国初年啊，这个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很苦啊，啊，也是感觉到人生太苦了。以后出家，啊，出家因为什么都不会，啊，出家之后啊，在寺庙里面做义工，啊，他做一些粗重的生活，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去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别的都不会吗？一天到晚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时候地贤老和尚的学生谭旭法师，谭旭法师的法缘很殊胜，东北人啊，在哈尔滨建极乐寺，极乐寺建成了，礼请地仙老和尚传一次戒啊，极乐寺第一次开戒传戒啊，戒传戒的把这个寺庙的名气打出去，道场兴旺了啊！传戒需要义工啊，修无法师就来了啊，在戒坛，戒坛大概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啊，在戒坛服务做义工，当家师就建院。定西法师以后他们都到香港，就问他你能做什么啊，他说他可以照顾病人啊，就叫他给他这个工作。戒期当中难免，这是肯定有的，总有一些受戒的人什么伤风感冒啊啊，发烧啊，这些小病，得有爱有人照顾。这个法师他就干这工作啊，修无法师，对，住了十几天，他就找老和尚
啊，赵檀虚法师、赵檀家师要告假。檀虚法师有修养，到底是个读书人，啊，讲经教学有学，不责怪他。啊，来去自由，你有事情，啊，你要离开，不难为你。定西法师没有老和尚这种功夫，就把他教训了一顿，啊，你怎么这么没有定力，啊，戒起只有两个多月，啊，住了十几天，来了法兴就要走，啊，责备他，结果修无法师说，他说我告诉老法师，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往生极乐世界。这两个老人一天呆了，你预知时至，是的，说大概多久了？不出十天，那请常住给他准备200斤劈柴，准备火化。哦，这个定西法师一听着，这个是从前没遇到过的，这不容易，难得了。啊，也欢喜啊。戒坛戒期当中有人往生到极乐世界，预知时至，这是瑞相啊，啊，跟大家作证啊，这念佛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到第二天修无法师又找老和尚，跟老和尚讲，我明天就走，今天赶紧准备啊。定西法师就帮他忙收拾一个房间啊，他又要请求啊，给他找几个人帮他助念，送他往生啊。这消息一宣布，就有十几个人啊，自动发现来帮他助念。走的时候非常安详，没有生病啊，好生生的一个活人呐。啊，十几后到了，他就让这助念的这个同学，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啊，送他往生。助念同学说：“他说过去我们只是听说没看见过，啊，预知时至这种自在往生的，这今天我们看到了，至少你也给我们留几首诗，留几首偈子给我们做纪念呢。”修法的，我是个老粗出身，没有念过书，啊，也不会经教，我也不会作诗，也不会作偈子。不过你们这么说的了，我有一句话告诉大家：能说不能行呢，不是真智慧。留这一句话给大家做纪念。你们想想这句话。有道理啊！啊，你学经教，你能说自己没做到，不是真实智慧啊，他讲的话跟这经上相应了，真实智慧才管用啊！啊，大家念佛，没有一颗，他就走了。啊，火化之后。留下舍利都在极乐寺啊。谭旭老法师以后在南方，在香港晚年都住在香港啊，他往生也在香港走的，常常讲经打佛旗佛寺当中提起这个故事，勉励大家，这些念佛成就了，水到渠成呢？啊，他一生亲眼看见这种往生的人，
那都是很老实的，很守规矩的，啊，心地很清净，能吃苦，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都愿意干，成就都是这些人。投机取巧，没有一个成就啊！所以老实、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到极乐寺去观光，别忘了去拜一拜修无法师的塔。啊，底下是又真舍之际，啊，真舍际者，法身得也。啊，这来配三德。真实之力者，解脱得也；真实慧者，般若得也。今三真实，一切涅槃三德了。啊，涅槃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三样东西都出来了，你通通证得。真实之际是离体自信啊，真实智慧是般若德的，真实利益是解脱的，得大自在了，所有的烦恼习气通通解除了，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最后脱离了十宝庄严土，回归到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无为法身呐。啊，我们不是上上根人。走西方世界这个道路，想修无私啊，像前面跟诸位报告的，也是地仙老和尚说的锅炉匠啊，念佛三年站住往生啊，涅槃的三德你得到了，你就证到妙觉佛果了啊！这三德，这三个真实是三德，如一字三天啊。一，这个是梵文，梵文里头有这个字，就是三天，三觉行的三天啊。发音是发一啊，这个三天缺一个都不行。那就不成字，不成这一个字了。啊，我们中国人讲如鼎足而立，鼎也是三个足。啊，非并非列，不纵不横，即一即三，即三即一，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说明三种真实是一二三，三二一，三德密藏也是一二三，三二一，不能分的啊！精进于妙行之心，守月住真实慧，
这一句重要啊！此诚化龙点睛之语，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心？要真修行，要真开智慧，要真开智慧呀，那你一定要把烦恼习气放下。烦恼习气不放下，你没有真智慧，你怎么样苦修，不是真实心。啊，真实唯有真实智慧能经得起大风大浪，如如不动。没有真实慧，小风小浪一吹，你心就乱了，你烦恼习气通通现现了。这是说明智慧重要，也就是说明法藏菩萨建立西方极乐世界48愿是他的蓝图，是他的理想啊，完全依照这个理想来建立，建立成功了，勇猛精进是当然的，勇猛精进里头住真实慧，他成功了。如果没有住真实慧，无界修行也不会成功。没有真实慧，怎么修行？修行的再好，出不了十法界。啊，你有能力出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出十法界要真实智慧。啊，出六道轮回还是要真实智慧，少份真实智慧，不是很多的，总得有一点。啊，没有少份的，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对六道轮回有贪念吗？啊，这个贪念具体就是七情五欲啊，七情喜怒哀乐爱五欲啊，五欲财色名食睡，你对这些东西有贪念了，得到了欢喜，失掉了恐怖啊，因为这个东西你心不安定啊，患得患失，得到了怕丢掉，没有得到想尽方法去得到啊，得到又怕失掉，患得患失，苦恼无穷啊。啊，下面说住真实慧呀，即入一法聚，一法聚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句话是《往生论》里头讲的。念老注解这部经，这句话引用的最多，几十次，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有意去记它，自然就说了。啊，引用几十遍，那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啊，不是非常重要，不会多次演说。啊，多次演说，那就是非常重要的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